正说话间，柳如是从房间里走出来，端了一只小碗，里面盛着一汪亮晶晶的液体。钟馗瞥了一眼说道，这如何带走？当即解下自己腰间的酒葫芦，一口气喝干了，走到了柳如是的面前，把葫芦口对着碗，将一魂迷魂汤都送了进去，塞上木塞之后扔给了道风。柳如是望着道风，略带担忧地说道，迷魂汤是不可随便喝的，青衣，你要慎重。多谢师姐。道风将葫芦收了起来，钟馗沉默了一下说道，你方才说什么来着？你身陷其中可是为了那叶少阳？几世兄弟如何能忘？钟馗摇了摇头说，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对付太阴山，你既然已经猜到了真相，我也不再说什么，你去吧。道风暗暗叹了口气说，连你也这么说，看来我猜的确实没错了。我只问你，真的那个现在何处？钟馗愣住了，别过头去悠悠地说道，我也不瞒你，这一件事我的确知道，但却不能够告诉你真相。道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着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便去了。转头又看了柳如是一眼，朝着远处走去。这就是他的性格，当别人不想说的时候，一句也不会多问。道风抬起左手撕开了一道虚空裂缝，人将要钻进去的时候，钟馗突然叫了他一声，道风。道风站住了，没有回头。四个。道风转过头来凝重地望着他，一共四个。仿佛有一道电流从道风心头闪过，道风心底打了个激灵，惊道，为何有四人？鱼目混珠。钟馗目视着他，你绝顶聪明，一定能悟到这其中的真相。多谢指教。道风做了一揖。钟馗说道，道风，我也知道你要做什么，如此逆天之事，律法难容，我与你之间师兄弟的情分已尽，我给你一天时间，一天之后我便将今日之事报之大地，三界之内从此再无你容身之地，好自为之吧。道风点了点头，纵身钻进了虚空裂缝之中。青衣。柳如是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上前唤了一声，但是道风已经不见了。柳如是怅然若失地站了许久，想起之前钟馗与他的对话，于是就问钟馗，他到底要做什么？他要回人间。回人间？那不是随时都能回去的吗？柳如是不解。钟馗摇了摇头，你还不懂，他要以人的形态回去。柳如是听了一下子愣住了，他要轮回吗？那不是应该去找转轮王吗？为何要来找你？我快被你气死了。钟馗暴跳了起来，他肩负着天大的任务，转轮王怎会让他轮回呢？再说了，假如他真的去轮回了，自然有迷魂汤喝，又何必来找你要让你为难。柳如是眉头拧成了麻花，仔细咀嚼着这句话，不通过转轮司怎么轮回？钟馗微笑着看了看他，柳如是一下子就明白了，震惊地捂住了嘴说道，他莫非要逃避大道，自演轮回？你才明白过来啊。柳如是是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世上万物生生死死都逃不过天子殿和轮回司掌控，死了要去天子殿报道，投胎人间要经过轮回司核准，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投身轮回井，
这便是天地大道的核心，也是三界存在了万千年的最基本的法则。其余的一切规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这个规则唯一的例外就是死后的选择。不说鬼域那些流浪的魂魄和太阴山，但是清明界和无量界等这些地方就有不少生灵是从人间过去的，这些生灵死后都没有去阴司报道。阴司虽然讨厌这种做法，但也无可奈何，并且没有太过在意。但如果一个鬼魂的生灵想要投胎去人间，那就必须通过轮回井，没有第二种选择。换句话说，人死之后可以不去阴司报道，但是鬼魂想要投胎则必须找到轮回司。千万年来从来没有过鬼魂能够自己投胎，倒不是这些人遵守规则，而是除了通过轮回井，任何生灵都没办法投胎到人间。无极鬼王如此强大，一样需要创造一个转世鬼童在人间隐藏多年。想到这，柳如是惊道，这不可能，大帝都做不到的事他如何做得到？办法自然是有的。钟馗摇了摇头，你就不要再问了，这件事你不知道最好。柳如是知道钟馗这么说就一定是不打算说了，于是放过这个问题，进而说道，就算道风真的做到了，阴司又怎会允许他这么做呢？钟馗微笑，是的，这次谁都保不住他了。说完钟馗就炸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说道，他人一向是桀骜不驯，但骨子里还是一直遵从大帝的意思，而今他却要彻底做他自己了。丰都大帝是阴阳两界的主宰，万物衍生，阴阳相合，这一切的规则都是他制定的，没有生灵能够逃得出去，就算是佛门一脉，只要没正道也受到阴司的规则约束。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丰都大帝就代表着天道，他的意思就代表着天意，道风即将要做的事就是违逆天道的。如此一来，大帝不会再保他了吧？柳如是悠悠地说道。钟馗笑道，以前他做的事明面上是大逆不道的，甚至被阴司列为通缉犯，但是归根结底大帝还是暗中保着他的。如今他不光不再受到大帝的控制，甚至反对他，大帝岂能再容他？更不要说他将来所做的一切会威胁到大帝运筹帷幄了几百年的一场大计。说到这儿，钟馗自己叹了一口气，心中喃喃地说道，道风啊道风，你做什么不好，居然要逆天。你要知道，所谓的逆天从来都是假的。离开了丰都城之后，道风一路向南飞行，鬼域之北是大范围的森林、荒漠和高山，诸多势力都盘踞在那块土地上，包括太阴山和他自己一手创建的风之谷。